考古发掘现场会有一些造型别致的玉器出土。我所在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这件，就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古品。只见它的头部像猪首或龙首，身体修长，尾部为尖锥形，呈昂首挺立的姿态。那么这件史无前例的玉器曾经有什么功能？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哪些颇具特色的玉器呢？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脚步，一探究竟。那一点白土和这个，估计是一直通过去的，被这个黄土打破了。2022年深秋，凌家滩遗址考古队正在进行发掘工作。考古领队张小雷频繁穿梭在各个探方之间，观察着最新的进展。他们正在发掘的是一片大型红烧土遗迹。红烧土就相当于现在的红砖一样，它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建筑的墙体。这处大型红烧土遗迹大体呈长方形，复原总面积大约是3200平方米。初步推断，这是一处大型的公共工程建筑。红烧土遗迹是凌家滩遗址160万平方米面积的一角。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太湖山一带的滩涂之上。1987年至今，这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遗址面貌，已经逐渐被考古人揭露出来，为我们还原了这处先民们精心设计的理想家园。从空中俯瞰，凌家滩遗址呈长方形，有内外两条大型的壕沟环绕，起到防御作用。内壕与玉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主要为生活区。越过内壕，遗址的最高处便是祭坛。以祭坛为核心，分布着数十座不同规格的墓葬。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总伴随着大量玉器现世。2022年，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又有了惊人发现。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2021到2022年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我们定名叫辽祭遗存。这个地点是用人工用石头堆积出了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坑，在这个坑里面又填了大量的红烧土块，中部掺杂了有大量的玉石块，然后在上面再进行辽祭。辽祭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古人把一些玉石器、陶器、牲畜等祭祀品放在柴堆上焚烧，用来祭天。我们在东北角提取了这一个大口缸以后，然后一位队员在下面进行清理的时候，他告诉我，张队，这是一件什么器物啊？我一看，哇，我当时是非常的激动，脱口而出，凌家滩，这还不叫文明，那什么叫文明啊？这件新出土的玉器长约有11厘米，造型很是奇特，头部隆起，鼻尖上翘，眼睛微睁，好像在沉思。掠过修长的身躯，另一端的尾部则被雕琢成圆锥状。龙首形玉器出土于这个坑内的东北角，这个器物是特别的典型，之前都没有发现过。它一头呢既有龙又有猪的形象，另外一头呢是呈一个尖锥状，打磨得非常光滑。这是迄今中国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考古专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初步判断。后来经过召开专家现场会，有些专家认为是一种巫医的工具。虽然推测可能是巫医的工具，但具体是如何使用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出土龙首形玉器的祭祀坑
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史前时代最大的玉璜和石钺。最大的玉璜和最大的石钺的出土呢，就证明这个祭祀坑的一个重要性，出土了大量的新的器型，包括那种椭圆形排饰、齿轮形玉器，这都是之前没有出土过的。那个祭祀坑特别有意思，甚至于打破了我们以前对于新石器时代东方地区传统的认识。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玉石器被用在了这样的公共的祭祀活动当中，就代表这些玉器石器脱离了个人性，它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团体共同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器物。在这个祭祀坑发现之前，凌家滩遗址的大部分玉器都是作为随葬品出土自墓葬区。这天凌家滩遗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在华的留学生。凌家滩 site here we are。 来到凌家滩是为了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在凌家滩遗址的墓葬区，一座高规格的墓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座墓葬呢，它的陪葬品有300多件，其中有200多件都是玉器。这座墓葬正是目前为止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最多的墓葬，被称为是首领之墓。墓主人实际上身上带了很多的这些玉器，在这个头端一些，他有成组的玉璜，他在这个两个胳膊这一边，那带了两组，每一组是10个的小玉镯子。他的这个腰以下部位啊，就这三件，我们说把它叫做玉龟形器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在关灯两头每一边有20多件的成组的玉器。200多件玉器被有序摆放，且呈人形分布。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它已经体现出当时对死后世界的一些重视了，他们产生了一定的这种丧葬的礼仪。铺满玉器的墓葬使人遐想，当凌家滩先民站在广阔的天地之间，他们或许已经有了对生命来去的思考。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已出土了1100多件玉器，有古朴神秘的玉板玉龟，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虔诚祈祷的玉人，还有龙凤一体的玉璜。5000多年过去，这片土地上炊烟升腾、繁忙劳作的景象早已不在。但透过一件件造型奇特、充满想象力的玉器，却能让我们窥见凌家滩先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他们高超的制玉工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这件玉板玉龟有诸多的未解之谜。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两件龟壳表面光滑、温润剔透，在它们中间放置有一块玉板，四边有钻孔，可以用绳子穿坠。细细观察，玉板的正面呈四方状凸起，并刻画有大小环套的两个圆圈，指向玉板四角刻有4个大箭头，大小圆圈之间也刻有8个箭头。未知的符号，奇怪的摆放，又透露出怎样的秘密？凌家滩的玉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宇宙观的更清晰的表达。这块玉板的奇特之处，还有其中心刻画的被圆圈紧紧环绕的八角星纹。从外形上观察，玉板内刻的圆圈就如同耀眼的日轮，八个突出的锐角自中心向外扩张，在寓意四射的光芒。太阳是地球生命的孕育者，
这个神秘的图形符号指引着先民举目仰望，追寻太阳的足迹。有的人说那个八角星纹像太阳，对那个玉版的解释就是说它是当时的宇宙观的一个图解，它是天极的代表，天的中心的代表，星宿运行都是环绕天极运行。在林家滩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玉器上，同样可见清晰的八角星纹。这只玉鹰长 8.4 厘米，宽 3.5 厘米。鹰首侧视，目光如炬，鹰翼双展，仿佛要直冲云霄。在它的腹部，八角星纹赫然在目。玉鹰翅膀的两端则被特意刻画成了猪首的形象。除了借助动物造型的玉器寄托信仰，林家滩信民还将虔诚的姿态幻化为人的模样。这件玉人浮雕栩栩如生，冠带齐楚，双眸紧闭，两手抱于胸前，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我个人的解读代表的是当时的宗教领导者的一个通神的一个姿态，就是他正在与神沟通。在林家滩遗址的墓葬区出土了多件玉人，他们或坐或站，但都呈现出双手抱于胸前的姿态。如今他们的主人早已经隐没于尘烟之中，但他们却一直鲜活如初，保持着虔诚的模样。几乎在同一时期，1000多公里之外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同样出土有一件形态相似的玉人，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吗？这个林家滩的人也长这样，然后红山的那件也长这样，那个肯定背后是有一个观念的，或者叫信息的交流的。红山用玉猪龙或者用龙，然后林家滩当中有一件这样蜷缩着的龙的形象，他们其实反映了一个相同的宇宙观，表现了相同的与神灵沟通的方式。林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不仅还原了5000多年前的人物形象，更令人惊叹的还有它的制作工艺。在这件玉人背后有一个两侧贯穿的钻孔，可以用细线穿过，佩戴在身上。这个微型钻孔最细处的直径竟然只有0.15毫米，甚至还不到两张 A4 纸的厚度。玉人背后的钻孔吧，应该是使用的就是斜对向的实心钻，他可能先用这种就是说比较小尺寸的钻头先钻进去，然后呢等这两个斜钻孔通了之后，然后他再用这个稍微大一点点的逐步去扩孔。制玉之道贵在琢磨，这件玉耳当也被称为玉喇叭，为耳部配饰。器壁厚度仅有0.9毫米，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也难以看到切割和抛光的痕迹。别具一格的玉器造型，细腻的制玉工艺，让人被林家滩先民的智慧所折服。玉器也见证了林家滩文化曾经的繁荣。林家滩的制玉工艺，无论是切割还是钻孔还是雕刻，在5000年前的中国乃至东亚，可以说都是最高水平的代表。大约在5300年前，林家滩文化落幕，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湖北石家河文化又将玉的造型之奇、技艺之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石家河文化因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考古人在这里发现了4个文化层的堆积，证明早在5900年前便有先民在此居住。5月的石家河正值雨季，考古工地上室外大雨滂沱，室内热火朝天。这么宽的城墙，这么宽的护城河，不就非常清晰吗？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正在和考古队员们讨论着2023年石家河遗址最新勘探的区域。你看我们这打了多少探孔，我们打了80多天你才能把它确认下来。方琴带领着石家河的考古队员在这片土地上丈量了上千遍，钻探出的土样足足有500多袋，这是证明最新考古成果的有力证据。2023年，石家河最新的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总面积达到了348.5万平方米。除了城址范围的勘探工作，近几年考古队还发掘了印信台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红陶缸。专家认为这处为先民们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数万件红陶碑显示，被推测为石家河的制陶作坊。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近70年，考古人在揭示遗址面貌的同时，还想弄清楚一个和玉器有关的问题。我们从那个护城河解剖的一个探沟里面发现了什么？最下面的是出家岭石家河，然后上面是什么？后山的堆积有3到40公分长，就说明它一直使用时间很长啊，这样它才有这么发达的玉器啊。石家河遗址在4200年前，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以陶器为主，但到了距今4200年左右，却开始突然出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并成为其典型特征。有观点认为，也许是因为其他族群的强势融入或取而代之，使得玉文化在石家河落地生根。为了更加明确的区分，考古界将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美玉天成，灵气所在。谭家岭是处于石家河遗址的最中心的位置。2015年，谭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成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水平的重要代表。这也是石家河遗址内继罗家白岭、萧家屋脊等地之后第三次发现玉器。那个地方一共出了240多件玉器，其中有一个瓮酒呢，是有几十件，还是让我们比较震惊的。瓮酒是考古界的一种命名方法，是指在这片遗址发掘出的第9个瓮棺葬。瓮棺葬是一种葬俗，以瓮或者罐作为葬具，多用来收敛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尸骨，但瓮棺里面随葬玉器的现象却十分少见。这瓮棺葬呢特别大，两个瓮棺葬一扣啊，里面是可以放一个成人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玉器呢？它就显示它特殊的一种身份和地位。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最精美的玉器出土自谭家岭遗址，而谭家岭又处于整个城址的最中心的区域，可见在几千年前这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这里的玉器以人头像或动物雕像最为突出，透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象声玉器，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先民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世界的独特见解。玉人下瑶台，香风动青素。在唐代的诗句里，玉人多形容容貌美丽的女子，而在湖北天门博物馆却珍藏了一批4000多年前形态各异的玉雕人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有的玉人走写实风格，方脸，头戴官帽，双眼圆睁，庄严肃穆，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首领或者巫师。有的玉人形象则更为夸张，纵目，鹰钩鼻，面带神秘微笑，细细一看
四颗牙齿和三道牙缝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在其他后世家和文化遗址中，甚至还出土了带着獠牙的人面像，添加了獠牙，这样的话它就不是普通的人面啊，它已经成了一个神面。谭家岭遗址出土的动物形玉器更加丰富多变，这件黄形玉虎，虎头向西，虎尾卷曲，似正在蓄力，马上要腾空一跃，充满动感，惟妙惟肖。用精妙来形容这件玉鹰最不为过，只见它造型圆润，眼部突出，双翅合拢，尾部呈扇形。换个角度看它的喙，只见它呈圆钩状，微微向下，表面平平无奇，却内藏乾坤。它是一个组合性造型，那个鹰呢，就是嘴巴的，它是可以活动的。我们当时觉得很吃惊。它的嘴部是闪石玉，然后身体的部位是云母玉，它嘴部跟它的这个身体是不同的玉料，也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石家河的先民为何雕琢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或许我们可以从当地的生态环境中去寻找答案。石家河古城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古时江汉平原上的湖泊群被称为云梦大泽。几千年前，这里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温暖适宜，也成为了很多动物的栖息之所，更为先民们玉器雕刻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参考。除了写实的动物造型，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有极具神话色彩的玉器，玉龙、玉凤。龙凤均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常常以龙凤呈祥来祝福喜结良缘的新人，而石家河的这只玉凤是已知较早的凤鸟造型。1976年，在河南安阳，商代女将军妇好的墓葬重现于世。考古专家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妇好就已经是一位玉器收藏家。在他的墓葬中有一件凤鸟形状的玉器，这件凤鸟头戴花冠，为侧身回首状，轻盈洒脱。假如让它的身体蜷缩回团状，是不是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如出一辙呢？你看它的这个凤的形态，还有这个工艺技巧，那些装饰的这个纹路啊，都是一致的。细细观察，凤鸟上边的纹饰雕刻技法确实与石家河的玉凤相似。这两件器物都是这一样的做法，以剪地起扬的这种方式。使用硅胶复制玉器上的微痕，再带回实验室样品台，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观察之下，能很清晰地观察它表面的形貌，这便是微痕观察技术。后石家河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剪地扬纹，有些不需要的料给它磨掉，别的地方不就凸起了吗？对，所以我们也是说叫剪地起凸。但是只依靠这些就能证明妇好墓的这件玉凤是1000多年前的石家河玉器的遗留吗？像妇好墓出土的这个很多玉器啊，在它上面的纹饰都是以这种双阴刻线去表达，大量的双阴刻线，这从工艺上来讲的话要求是很高的，用剪地的方式已经不太是这个妇好墓这些玉器典型的做法。他们隔的年代有一点远，但是更说明了它的这个流传的一个历史吧，较曲折的可能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的一些发生过的故事。石家河的玉凤在1000多年后被妇好收藏，成为中国玉文化流转传承的又一例证。事实上，
在史前时期，中华玉文化的交流也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间进行着奇妙的汇聚融合。4500年前至4000年前，随着为王朝诞生积蓄能量的龙山时代的到来，中华的玉文化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黑陶是龙山文化主要特征，但这一时期的玉文化同样光彩夺目。中国人的爱美之心自古有之，这件镶嵌绿松石玉鸡是来自于4000多年前的头饰，它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西珠峰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大墓中。鸡的作用在最初更具有实用性，是挽起头发的工具，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装饰物。说文解字中记载，鸡簪也，古代中国的女性在宴会等场合中都会佩戴着漂亮的簪子，即使历经岁月长河的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张悦文是山东泰安玉雕的非遗传承人，他对这件山东出土玉鸡的制作工艺也有自己的见解。这块玉的它是一个组合体，你看这上面这是这个扇面形，呈扁平状，运用了镂雕，运用了镶嵌技术，但是镶嵌进去的这个玉石是这个绿松石，4000多年前它没有现在的这个制玉工具，它是怎么来做到的？现在的人哈，不可思议于是。玉石镶嵌之精绝，这是技法和审美的完美融合。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最精华的创意。那时候技艺精湛的玉器匠人们还把这种工艺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和山东地区互动比较频繁的例子。绿松石的镶嵌技术被中原先民用到了铜牌式绿松石龙的制作当中。山东龙山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牙璋也成为了二里头文化象征权力和等级的重要礼器。6000年前至4000年前，当文明的曙光照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各地的先民通过对玉的雕琢和使用赋予了文明绚烂色彩。他们对信仰的追求，对于生命的想象，通过跨越千山万水的传递和表达，使得宛如星辰的玉文化彼此交流，交相辉映。时至今日，中国人对玉的钟爱依旧没有改变，这种铭刻在基因里的独特记忆将伴随中华文明的长河不断向前延伸。